玩 FM 新晋 DJ A 大七弟 William 新威廉新拍档 IG 的李文杰，他以前竟然是网名好帅的鲜肉。玩 FM DJ A William 新威廉日前通过 Happy Hour 节目中宣布 IG 的李文杰即将加入玩 FM 成为他的节目新拍档。IG 的李文杰是玩 FM 早前主办的 William 运拍档面试活动中成功晋级六强的参赛者之一。到底 IG 的有什么魅力，就连狗儿都迷上他了，立马看下去。IG 的曾经在2016年八度空间我要唱好歌的比赛中取得冠军宝座。IG 的曾是个五音不全的人，在歌唱上的成就都是自己一步一脚印慢慢摸索回来。他曾经很没自信，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还好坚韧不拔的性格让他摆脱过去，脱胎换骨成为歌唱比赛的冠军。可是面对刚起步的自创事业和前途茫茫的歌唱梦想，下一步应该怎么走，往哪走呢？答案说不定就在这次的舞台上。William 新威廉表示，很开心能够带着这六位新朋友，他们每一位都很听话，也很有热忱，想要学习怎么主持和把话说好。在整个星期的密集式训练期间，大家的配合度都很高。他们可以从早上九点开始上课，直到我开始 on air 的时候才结束。这真的让我很惊喜。相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他们这样的配合度算是很好了。不过在带着六位新朋友的期间，我自己也病了。因为实在有太多的经验想与他们分享，所以一直不停地在说话，结果导致喉咙痛。最后选择了 IGN 是因为他的广东话在六强参赛者里面较为准确，各方面条件也较全面。恭喜 IGN 进入玩 FM 这一个大家庭啦。成绩公布当天，他在自己的发色部谢谢大家的支持与肯定，并承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努力学习。虽然成功突围了，但是 IGN 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训练才能当上真正的 DJ。大家就一起给他加油打气，希望七月份的玩 FM Happy Hour 会变得更热闹更不一样卡。可可。